大家好，在网上买了颗山庄博兰，拆开看一下。长了很多毛细根了，这个应该是这个卖家他当时挖下来的时候没有卖掉，大家嫌太贵了。我是花了480米买回来的，他可能当时没卖掉，然后就自己种上了。但是我们还是有些根要修剪一下。为了保险呢，我们还是给它缠一下膜。把它浇透，那个托盘已经出水了，这样就行了。